他们要抢我们家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还嫌长沙没闹够啊？他们家是放火烧的长沙，说我们哥们都家破人亡了，他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，吃着大鱼大肉的，凭什么呀？你们看上我们家房子了，看上我们家粮食了，来抢是不是？各位，听我说，薛俊山的扣押审讯还没结束，还没宣判。 就不能代表他确实犯罪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就算薛君山放了火，也没有你们来抢劫他们一家老小的理由。现在，政府正在全力打击趁火打劫、趁乱闹事的行为。如果你们谁敢再闹事，我就把他抓起来。大家听我说两句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的孙女婿薛君山，不但没有纵火。 而且还在大火里救了很多人。政府叫他过去，就是想问清楚当天的情况。问明白了以后，他就会清清白白的回来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就是啊。这位小伙子，你说我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？那好，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了。如果薛君山真的是纵火杀人了，我老太婆。 绝不姑息迁就，听凭你们打骂。真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，那我们家的东西任由你们拿，我们一家老小任由你们处置。老人家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长官，现在我们一家老小已经是没有依靠了。纵然如此，我还是愿意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救助四邻。请长官给我作证。 长宁啊，放粮。是啊，我在吃了。说吧。中午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要睡了。我忽然感觉心好疼，一下子站都站不住。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？ 香香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同时从妈肚子里面出来的。你想什么我知道，你这跟我这装若无其事，你骗得了我吗？你回来弄得那么狼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香香，别管多难。
记住了，你还有我，我们是一体的。记住，有些事情不该我这个男人去扛。 说了吗？君山身体恢复的还不错，宪兵已经把他带到牢房了。牢房那边该打点的，我们都已经打点了，他在里头不会受罪的。只要人在，就有办法能救出来。妈，咱们厨房那点东西。 也撑不过两天了，我们手上不是还有点钱吗？要不明天让长宁去买点粮食吧。好，带上香香和小满，找两个平板车，到宁乡去买。还有，烧伤的药材，别问价钱，尽量多多的买。我再叫上莫小弟。 行，一定要多多的买，不光是家里用。我们要在政府临时办事处的边上开一个粥铺，施粥赠药。我们家好歹还留下个住处，好多街坊邻居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帮，尽量让别人都知道。 这些都是我们薛君山家做的。妈，这有用吗？君山留下的那些钱，现在送礼是送不出去了，拿去做点好事，也算是努力救人吧。